现实交换得特别的快，属于明天的人没机会再重来。离开了万人瞩目属于你的城堡，被理想明着跑，未来谁先到 baby。 钞票里面的生活比现实中好看，想要还原的世界跌倒且缓慢，学习的从来只是饥饿和安全感，而没涉及到没有极限。主题